比分是1-11，双方准备回到赛场。看得出来，马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我可是认识你很久了，我胜了，马龙的胜利再次掀起了全民乒乓的热潮。来，七号，试试看，我相信你会和他交手。已匹配700名高手，乒乒乓乓，锁定小球，轨道计算中。是远台进攻，七号要小心了。远台进攻，识别成功，出击录入完成，防守反击。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。技能满载，可以更多，更多。呀！你们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欺负时别失，别失败，全身热热的。七号，就是这个感觉，抓住他。不错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对手，来吧。七号，把握住每一次出手的机会，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。呀！大师，热热的感觉到底是什么？七号，这是乒乓送给你的礼物。